大家好，都好耐冇讲讲座，咁就亦都好期待今晚讲圣经，因为如果或者你有机会可能网上都听我讲到啊，咁我喺过去呢十几年咧，我都系定义咧就差唔多一定系解圣经嘅，咁就好多弟兄姊妹都还记得咧，就我以往咧就比较最开始嘅时候多啲系讲啲灵修嘅讲座。咁就呢、这個講座係將兩樣嘢嚟到合埋一起啊！咁希望今晚咧就可以一齊嚟到探索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好親切啊呢度。咁啊，其實我想有啲機會咧，大家可以有嗰啲問題啊，可以大家討論啊、解答啊咁樣嘅。咁但係頭先問就好似冇乜時間，咁咧就試下啦。如果你真係諗到一啲，即係同呢個講。呢、这個講題有關啦，梗係嚇。咁你嘅問題咧，你都可以寫喺紙仔上邊。咁一間即係 break 嘅時候咧嚇，8:30咧，咁你可以攞嚟第二前邊。咁我睇下夠唔夠時間，我盡量啦去答啦。如果今晚答唔到嘅時候，我聽晚仲有噶嘛嚇。咁我可以試下，我希望可以有啲交流，有啲親切啲，好嘛嚇？好，咁我哋咧就呢兩晚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咧？陣間講一晚，即係講下講下，你就會知噶啦嚇。咁就呢兩晚嘅題目咧，我係考慮嘅時候咧，對於我嚟講都有啲突破嘅啊。咁有咩突破咧？一間講下講下，你就知噶啦嚇。咁啊就不過就講清楚先啦。就今晚咧就係聖經嘅嘅研習啦嚇。咁首先咧，大家一定要有聖經先得嚇，冇你同隔離睇嚇。我哋今晚咧係比較集中係喺腓立比書第三章，咁就我用嘅梗係當然係一個新譯本啦。咁如果你係和合本嘅都唔緊要，不過你聽到我讀嗰段聖經有少少唔同咧，你又唔使奇怪嘅嚇。嗰個翻譯咧，你可能會知道。咁啊，第二咧就係我覺得今晚係一個同埋聽晚都係一個聖經嘅研讀嘅講座啦。係，所以我就唔希大家，唔好期望太多娛樂性，好嘛嚇？咁啊就不過咧唔會好深嘅，唔會深到你聽唔明嘅。好，好，咁我哋一齊就開始啦嚇。點解解呢兩個題目？咁喺過去呢大半年咧，我自己一路研究同埋自己靈修嘅核心重心咧，都係落喺耶穌基督同埋咧保羅呢兩個好重要嘅。人物嘅身上，咁所以咧，我就呢兩晚咧，我就講耶穌基督同埋保羅。今晚先講保羅嘅，我覺得佢哋兩個嘅比較核心嘅屬靈嘅經歷同埋操練咧，就喺呢兩晚我想講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咁呢個就係聖經裏邊所記載嘅靈修嚇嗰個屬靈嘅經驗。咁就今晚嘅保羅咧，我想同大家咧就以。他寫的腓立比書第三章由第四節到第十六節呢是表達出來。保羅當然在很多方面都有靈性上面的很深刻的體會和給我們很多的提醒。我就選了這個第三章這一段呢，我覺得保羅呢是將他的屬靈的成長的經歷呢是自我的否白。你想想很重要的，如果这样的角度。即如果你想想，哇，如果有时有一些牧师有一些牧者，他能够教下我讲下给我听属灵上面怎样可以成长那些进步的秘诀，那我们很开心是吧？哇，找到保罗来讲给你听，我告诉你听，我是成长 是这样的路呢，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文献来的。应该这样想。因为这段圣经我觉得保罗是讲出他自己属灵成长那个的剖白。所以呢我就这样的角度我一起来看看，即究竟他怎样成长这么伟大的圣徒，他的成长的秘诀在哪里。我将他呢这段圣经呢我一直看的时候呢将他划分了五个很重要的重点。不一定是先后的，不过这五个重点呢都有少少先后，因为呢整段圣经讲的他继续向前追求嘛。是吗？将放弃他以往的生命所追求的东西。所以这个转化和追求呢是很明显是一个进度的。一个进度。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进度的角度来看。就我将它分为五个的部分。这个呢经文已经写了一道了。今天我们
就主要睇呢兩張紙嘅啫嚇，呢兩個啊，呢唔係張紙，兩版啫嚇，一張紙嘅啫啊。咁咧就啊，我大綱寫曬喺度噶啦啊。咁大家可以跟住嚇啲經文，有時我唔會再讀啊，邊節邊節咁樣嚇，一讀落去你就知道。好啦，咁而家我哋開始咯喎嚇，希望咧我哋八點半之前咧講咗一個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如果講得快啲嘅話咧，咁就可以咧係回答大家嘅問題。我哋九點半就結束，好嘛？好啦。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啦。第三章咧，腓立比书第三章咧，就保罗喺度咧去挑战嗰啲反对佢嘅对手，因为佢反对嘅对手咧，觉得佢哋自己好叻啊，好有权威。咁而咧，保罗咩人嚟噶啊啊？所以咧，保罗喺呢一度咧，就忍唔住咧，第四节咧。他说虽然我有理由可以倚靠肉体啊来夸口啦，如果别人认为可以靠着肉体夸口呢，我更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他的开场白啦。好啦，你这么紧张嘛，你讲你的地位嘛，你的威水史嘛，那我讲少少给你听。啊，这里呢我们发觉呢，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呢一口气讲了七样他的威水史。在这里可以说是最全面讲到保罗他那个为什么，如果从一个人的角度，肉体嘛，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么值得他夸口。那这里我们很快就是立一立究竟这七样东西是什么。啊，那我自己的看法呢，就这七样东西里面有四样呢是与生俱来的。大家知道呢，就是我家底是什么，我生出来是什么的，我姓什么的，有些人觉得是吧。啊，咁咧就仲有三样咧，就系后天嘅啊，佢嗰个嘅成就嚟嘅，即系个努力嘅吓，有先天有后天啊。咁呢七样系咩咧？我好快嚟睇一睇吓。第一，佢话我系第八天受割礼。咁大家知道啦，呢个即系第八天受割礼咧，系追到去亚伯拉罕嘅约噶，就系正式嘅犹太人，即系神嘅选民咧，即系第八天。如果是其他的，所以他们所谓称为杂种的啊，撒玛利亚人或者那些他归信犹太教的话呢，他们不会是第八日的，因为他那时候未受割礼。所以多数呢是要求他，如果他小小个都想的，家庭都想他，但他不是由纯种犹太人呢，就比他第十三岁，通常比如十三岁，十三岁可以受割礼。啊，如果是其他更加异教归附的，那他就成年了，他是廿几岁才信的。咁佢咪歸化猶太教嘅，咁佢就可以咧成年。所以保罗话我第八日，即系话我系一生出嚟就系嘅，我系最纯正嘅亚伯拉罕嘅约嗰啲嘅选民嘅身份嚟嘅。第二啊，我系以色列族嘅，所谓以色列族咧就系佢父母啦啊，即系话啊，我唔单止我系属于犹太人正统嘅，我父母都系纯种嘅犹太人，所以我话系以色列种族嘅。啊，冇混雜，大家知道猶太人好緊張呢樣嘢嚇，冇雜種嘅，冇混雜嘅啊，甚至喺舊約嘅時候嗰啲即係所記載嗰啲亞述國啊嗰啲，捉咗佢哋啲人走去啊撈亂佢嚇，混雜佢嘅血統冇嘅。佢話第三，佢話我係便雅敏支派嘅人啊，便雅敏支派呢個保羅喺度特別講佢嗰個支派咧，我諗最主要有兩樣嘢啦。第一，記得咧，即係以色列嘅王國咧，第一個皇帝。掃羅咧就係來自咩咧？便雅敏嘅啊，即係話，如果你問我家底，我追到上去以色列王國第一個王啊。其實保羅度咧，有啲人話佢有少少暗示，因為保羅佢未信主之前嘅名係掃羅啊嘛。即係話其實，即係我同佢，即係你講，如果你真係間夾認親認戚嘅話咧，我係便雅敏支派，而便雅敏支派咧。亦都係喺王國時代一直咧係特別嗰啲嘅支派，忠於大衛嘅王朝，大家知道嚇，係一個忠心嘅一個嚇，即係喺即係可以話係佢嘅名譽嚟講係一個好忠心嘅一個嘅係其中一個支派。第四，佢話我係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嚇，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嘅意思咧，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佢哋已經係呢個羅馬帝國裏邊一個嘅。即係一個小民族啦嚇，俾人滅咗好多，已經幾百年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候都歸化咗其他噶啦，好多已經係即係希臘化咗嚇。咁就當然保羅咧識得講希臘話㗎，啊好叻㗎嚇，真係即係兩文三語啊嚇。
希臘文啊，識寫嚇呢個即係希伯來文，跟住識講猶太話係嘛，識講希臘話，識講亞蘭文啊，大家知道嚇啊嘛，好多人入頭，即係幾好啊你哋嚇。好啦，咁唔使解咁多啦嚇嚇，啲聖經好犀利喎嚇，上咗咁耐嚇 ，very good， 好開心啊嚇，咁啊唔使好似喺教會講道咁要解埋俾你聽嚇。有啲即係你一岌頭，我就當你明㗎啦嚇。OK， 咁你當你有啲明人岌頭咯，不過唔好亂岌喎嚇。咁我唔係好知嘅喎嚇，我當你信明㗎啦喎。所以咧，保羅話呢度咧，我個家族啊嚇係唔講希臘話嘅，雖然我識，我唔講㗎啊。所以我是一个很正统的忠心于我的传统的。这几样东西可以说是保罗那个家庭的背景。即是我生下来已经是很纯正与别不同。然后跟着有三样东西是我后天的成就来的。他在律法上来讲我是法利赛人，不需要讲了是吧，法利赛人犹太人犹太教里面最正宗信仰最正统信仰最严谨的。他说我是法利赛人。第二在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这个也不需要去解释了，是吧？保罗那个历史大家知道，即是保罗意思就是就算是法利赛人都不是个个这么拼命去维护他的信仰，我维护信仰到的地步，我要去逼迫那些基督教徒，我是比其他人更加热心的，更加积极的，更加彻底的坚持我那个的信仰 的热诚的。跟住佢就律法上嘅義嚟到講，即係嗰種嘅守律法嘅標準嚟講，我係無可指責嘅，我係徹底，就有100%係遵守律法。呢七樣嘢咧，當然咧，對於今日你同埋我嚟講咧，就冇咁震撼，係咪啊？因為我哋唔係猶太人，亦都唔係2000年前嘅猶太人。但如果我哋想像你翻翻2000年前嘅猶太人咧，嗰啲讀者讀懂呢七樣嘢嘅時候咧，即系保罗意思话我吓死你啊！如果你话你威水，我威水过你好多啊！不过我唔多讲，我平日都唔提呢啲嘅嘢。不过如果你要喺度晒呢啲咁威嘅嘢咧，不如我晒少少俾你睇。保罗嘅意思就话跟住落去，大家知道啦，嗰段圣经大家都好熟，呢段圣经讲，就算我有晒呢啲，但系我唔以呢啲嚟夸口啊！甚至迟啲我哋睇见佢将话我将呢张当作粪土。嗱呢度咧，我相信咧第一个。保罗提醒我们的一个，即是属灵追求一个，如果是起始点或者一个基础啊，就是他可以拥有这些令他优越的背景，他可以有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但是他没有用到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想想呢，很得意的，即是保罗真是復活的主咧，係夾硬搶佢翻嚟嘅就係嘛，即係佢都冇諗過嘅啊！去大馬士革嘅路上邊就係咁樣，佢要逼迫基督教徒，即係復活主用光打低佢、打盲佢，然後嚟呼召佢向外邦人傳福音。我相信呢個一定有意思，因為保羅其實係一個好叻嘅人，學問叻、思想叻，大家都唔需要再我再需要再講。即係有時神係需要啲好叻嘅人，當然。有些人不一定需要是特别叻，神都用他的，好像耶稣所选的门徒里面有些是打鱼的，是吧？不过也有些叻的，譬如马太，他是本身以前是做税吏，那也很有学，都识字的，很有学问，而且他懂计数的，犹大也很叻的，是吧？犹大管钱的，在个门徒当中，管钱很叻咩？管钱当然叻了，因为普通就不叻，因为他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税吏 Chartered Accountant 都不给他管，你明白吗？给犹大管，你说是不是叻呢？不过有时叻没用的，你知不知道？最叻这个了，就出卖耶稣了。所以保罗说我可以这些，但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走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们说学问是没用的，你嗰个嘅努力嗰啲嘅成就冇用啊，有用噶，俾得神用咪得咯。神要一流嘅人，不过佢唔要嗰啲人去将佢自己嘅长处去自夸，你听得明嘅分别啊？呢个系好重要噶，所以我哋话我哋冇反对叻啊，你叻好好啊，你读书好好，冇问题。依家我哋慢慢讨论呢个问题啊。呢个真系保罗里边一个争执，保罗根本就系咁叻，保罗根本就系咁叻。但是保罗从来不夸这些，不拿这些去建立自己的地位。不过你
敌人逼到我咁啦，我咪讲几句俾你听咯。啊，咁当然今日你同埋我有唔同嘅值得自夸嘅地方。啊啊，或者我哋话我哋嘅长处吓，或者你话你哇呢间公司啊冇人做到你嗰个位，系嘛？嗰、那个 project 冇人识做到，系嘛？啊，喺呢件事上边或者教会里边，哇你喺嗰个侍奉上边有呢一种咁样嘅经验啊。啊！人哋咧係哇，都覺得你好讚賞你，係嘛？或者你喺團契裏面啊，帶領啲聚會，哇！大家都覺得哇，有你喺度咧就搞掂啦嚇。啊，有時話咧，嗰啲唱詩唱得好好。嗱，呢啲第一，我哋冇否認呢啲冚唪都係好㗎，啊！不過咧，保羅呢個第一樣就話，如果你個屬靈想係繼續向上嘅時候，首先你要切斷呢啲嘢，唔讓呢啲嘢纏住你，啊！论语孔子讲得好有意思噶，系嘛？人生几个阶段啊？啊，少年嘅时候咧，就咧就即系血气方刚，咁啊戒之在色，系嘛？啊，唔系唔系，血气未定，系嘛？戒之在色，咁然后咧到中年啦，咁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同人斗，同人抢，系咪？及其老也啊啊，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其实喺每一个嘅年纪嘅里边，我哋都有啲嘢想要。有想揸住，唔想放低啊！攞嗰啲嚟到咧，认为呢个就系我嘅价值。保罗话：如果你想属灵上边继续有成长，第一样你要切得断呢一样嘢，因为嗰啲嘢通常保罗话，就算我呢七样嘢，点解我唔讲啊？嗰七样嘢帮唔到人噶，只系令到人羡慕我。有时候我哋人性心底里边咧都话呀。嗰啲嘢咧幾好喎、啊、咁。我記得若干年前我喺美國講道，我喺美國講道咧，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嚇。美國啲教好多教會咧幾難嘅，做佢哋牧師又好辛苦嘅。因為咧美國好多個教會咧係點樣形成嘅咧？就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好多係第一批咧喺台灣啊，台灣去嗰度留學嘅，多數佢已經讀咗即係。已經讀咗大學嘅啦，再去讀呢個研究院，咁啊嗰啲好叻嘅尖子嚟嘅，去到美國咧就留學，咁啊讀咗個博士，咁啊跟住咧好多就留低喺美國咧就做，就變咗咧而家美國咧社會嗰啲好重要嘅嗰啲嘅領導嘅階層嚇，好可以去講國語噶嗰啲人嚇，咁啊如果去美國嘅唔同嘅教會，我去多相當多啦，都係見到呢類嘅教會，咁佢哋點樣信主咧？多數喺大學裏邊查經班。系嘛？咁啊，大学咧就参加查经班啊，咁然后咧就信咗主。嗱，呢啲好热心噶，都好热心嘅。咁于是咧就咁啊，毕业啦，咁啊攞咗博士啦，咁啊跟住又要好成就啦，跟住喺个唔同嘅领域里边咧就继续喺度做工作。咁于是佢心里边咧好挂住呢啲大学嘅团契，所以成日喺个大学里边咧就帮嗰啲师弟师妹，系嘛？慢慢人越嚟越多，就变咗一个教会咁样。咁大到個地步咧，大學裏面容納唔到咁多嘅地方，於是咧就喺大學外邊咧嚇附近咧就買一個地方，就成立教會嘅嚇。咁啊大把錢啊買個地方啦，買咗之後咧，咁啊大家咧開始聚會咯，咁好高興啊。咁啊冇牧師啊，係嘛？咁於是咧就不如大把錢啫，請個牧師翻嚟咯，請個牧師翻嚟牧養佢咯。嗱，做啲牧師又好難做啊，明唔明啊？即係 boss 係佢哋，俾錢我咪 boss 係咪啊？怎样牧养波士是全世界最难的职业是吧啊所以呢有时你一企上台呢讲道理都好实噶因为里面哇这个博士那个博士成寨在这里、啊、有些博士呢就他还什么呢即是叻得滞有时有时间静呢他走去读埋个神学的、啊、即是、啊、随便而已嘛他家那些神学那些书和那些解经书还多过教会的图书馆即有时企在講道咧，就即係幾窒下嘅。如果做佢牧師好慘。好啦，咁嗰次我去佢哋一個週末嘅培靈會，我最記得。咁啊，嗰間教會就係咁樣。我唔想講邊間啦，亦都唔講美國邊個部分啦嚇啊，無謂大家咪喺度估啦嚇。咁係環教會就係咁嘅教會。咁啊，到了星期日咧就有兩堂嘅聚會，咁我講五堂，咁就佢哋牧師就講早堂。咁我就一早咪去埋，我坐喺度聽埋牧師講道啦。咁啊，講完道之後。啊！有講完道之後咧，有一個長老啊，喺個教會裏邊一個長老，咁啊行埋嚟同牧師講：，牧師啊，你頭先講道講得唔啱，嗰句聖經唔係應該咁解。佢話：如果你想知道即係點解咧，不如我借幾本書嚟睇下。哇！
咁讲嘢啊，几寸啊？个牧师净面都红晒，即系好尴尬，唔知点算。佢仲要当住我，即系外来讲完，侧边嚟到讲。牧师面都红晒，我就唔抵得啦。我怕你咩啊？真系吓，你咪最多咪以后唔使请我，都而家都冇请我啦，梗系唔算啦啊。咁我话咧，弟兄啊，我话咧，牧者咧，即系有唔同嘅恩赐，系咪？可能你咧就睇咗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咁但系咧个牧者咧系好关顾好多方面，即系最重要咧系神呼召佢啊，去全心嘅啊，全意嘅，系全时间嘅去奉献去侍奉。咁我希望咧，即系你都系即系吓，即系我意思就系、是，即系我想讲俾你听，即系唔好咁绝啦，系嘛？唔好讲到咁样令人好难受。我都未讲完啊！我仲记得呢个长老呢个自己望住我，佢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用英文讲啊 ，You know who I am？ You know who I am？ 佢话我系呢间教会成立嘅时候三个创会嘅吓元老之一啊！哇！我听住呢句我仲把火啊，你明啊？咁讲嘢，嗱你真系。咩都见过啦，我谂你都见过啦，教会有咁嘅人噶，有噶，咩人都有噶，啊，你话佢唔热心系假嘅，但系即系咁嘅人吓、啊，可能叻惯啦吓吓。咁、啊、于是我话弟兄啊，我唔知你系边个，啊，我净系知道呢度咧，你系罪人，我系罪人，系基督耶稣所拯救的。跟住我讲咗句，我到而家记得，我下一个礼拜，当你嚟呢间教会嘅时候，你架车停喺个 parking lot 嘅时候，即系 parking lot， 即系你哋知道美国咧，外边梗有个停车场噶嘛，啊！我话如果你架车停咗喺个停车场嘅时候，你放低晒你呢啲嘢先啦，行入礼拜堂。哇！佢谂唔到我咁讲嘢啊！咁梗系冇听我讲到啦，十一点钟个堂走鬼咗去啦。咁啊，以后冇再请我唔紧要啊，但我心里面忍唔住啊，弟兄姊妹，今日你同埋我，我唔理你系边个。你翻到礼拜堂楼下嘅时候，你就放低晒你啲嘢先上去。你只不过系一个主所拯救嘅弟兄姊妹，同其他人任何人一样。你唔好唱去晒你咩威水事，唔系唔尊重你。不过我哋喺礼拜堂里边，喺教会里边唔系讲呢啲嘢嘅，基督里边唔系讲呢啲嘢。保罗我唔讲呢啲嘢，不过你逼我讲，我就讲少少俾你听。但我从来我都唔强调呢啲嘢。呢个系第一个保罗提醒我哋要切断。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啊，即系我哋时时都带住少少咁样嘅心嘅。你计乜嘢？喺耶稣基督，我哋仲计乜嘢啊？所以呢一个系第一步吓、啊，我哋叫我哋睇第二步咯，好嘛吓、啊？本来想再讲多啲，唔好啦，时间唔多，俾啲时间大家可以问下问题，可以分享一下仲好吓、啊。好，第二步。第七同埋第八节啦，我哋开始读咗多少少啦，系咪？前边嗰度跟头先讲已经读晒噶啦。第七到第八节咧，佢话现义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嘅缘故，我都当作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嗱，呢两节咧就大家好熟嘅两节嘅圣经。嗱，呢两节圣经咧，其实咧你留心研究睇嘅时候咧，对照埋嗰个属灵上边嘅经历咧，唔容易嘅，唔容易理解，亦都唔容易咧明白点解去到咁尽啊！而家好兴呢句字啊，去到咁尽，点解咧？因为呢度咧，你有冇留意？保罗话咧好，嗰啲以前与我系有益嘅嘢 ，OK， 我而家咧都将佢当作有损的。嗱呢句都可以理解，因为保罗回顾佢以前未信主之前嗰种嘅努力，佢嗰啲嘅成就，全部都系攞嚟去攻击耶稣基督啊嘛。而家佢认识咗耶稣基督啦，当然嗰啲以往佢最骄傲嘅，佢认为最叻嘅嘢吓，佢嗰啲学问，佢嗰啲努力，佢头先讲嗰啲热心，嗰啲守律法，嗰啲绝对性呢啲嘢咧，佢以前认为系最有益嘅，而家因为佢信咗主，都当作有损啦。呢一点咧，我哋都能够理解嘅。不过如果你认真睇落去嘅时候，跟住我哋觉得保罗就讲得太过啦。
佢不但如此，我將咩啊萬事都當作有損。嗱，呢個問題嚟啦，萬事都當作有損，好多人讀喎，係啊係啊，萬事有都，你讀就讀啦，你得唔得啊？嗱，呢度牽涉到一個難處啦。保羅未信主之前，因為佢係反對耶穌基督，所以而家看作有損得啊，因為佢信咗主啦。但係點解仲要再行多步？可唔可能再行多步？將萬事都當作有損，嗱，呢個就同你同埋我有關，因為我哋都要行呢條步呢步㗎，係咪？咁有時可能你會明白，或者贊成保羅第一段，就話即係以前以為與我有益嘅，以前咧就因為靠住我啲自己努力咧就好驕傲係嘛？啊睇唔起基督徒或者咧信耶穌起信耶穌嗰啲咧係好冇勇氣嘅嚇，因為佢咧根本咧就係即係都唔識得咧去努力，咁所以咧就成日靠祈禱，有時嘲笑嚇、啊。可能你覺得你以前以為有益嗰啲嘅嘢。啊！而家都當作有損，因為就係因為你信耶穌，你就成個人改變曬，呢個都可以理解。而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理解跟住嗰句，將萬事都當作有損，跟住第八節嗰度話咧，係看作廢物，萬事都拋棄嗱，呢個係好消極嘅講法嚟嘅喎。所以呢度咧，我就一路從一個即係體驗嘅角度，即係一個。靈修的角度又好，即係實際去問究竟可唔可以實踐的角度呢，我想同大家咧今晚咧就提出有兩點啊，兩個步驟裏面咧對比佛學，對比佛教嘅修為，睇下有咩唔同嘅地方。因為咁一睇落去嘅時候，樣嘢抌低嘅時候，好似佛學咁樣，好似佛教咁樣，係嘛？樣嘢嚇諸法無我係嘛？放低曬呢啲嘢，一切咧就解脱啦咁樣。是不是这样的看法呢？这样怎样可以能够实践到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在这里呢，我想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这段经文里面一些的很细微的地方，但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留意这两次啊，第七節，他要將萬事當作有損的，我都當作有損的。第八節，他都說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我想大家留意這個字，他不是萬事都有損的、你我擁有很多東西的，我們有我們 的事業，我們有我們的家庭，這些都是萬事來的，是不是？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我們有很多東西我們努力追求的，我哋有銀行存款係咪啊？可能有啲人有，你有個單位添啊，已經買咗，有人供緊。呢啲哇，好寶貴嘅喂啊！點解當作有損呢？嗱，我哋講咗好多當作有損，因為我哋讀聖經好熟嘅。我想大家留意呢、這個保羅話冇話是有損的喎，佢冇話你間屋是有損的，佢冇話你份工是有損的，冇話你個家庭是有損的。不過有當作有損嗱，呢、這個又係足字失，唔係好重要嘅。呢、这個字係好重要嘅，當作啊啊，咁當作呢個字咧係即係唔係真係有損？點樣可以當作有損？呢個第一點咧，我哋記住先啊。保羅係當作有損，咁點樣可以當作有損啫？明明係好嘅，大家都明白。我係好坦誠問呢個問題，係咪先咧？呢份工你揾咗咁耐，或者咁做咗咁耐，你咁努力先至慢慢升到呢個位置，呢樣嘢係好嘢嚟噶嘛？點咪有損啫？你唔講得通噶，口噏噏咁樣就得啫。你真係問你自己嘅心啊，你當一個有損咩？唔得噶，你唔可以當作有損噶。第一，呢個點樣先可以將佢當作有損？喺呢度咧，我哋留意另外一個地方啦，就係保羅講得好清楚，聖經係真係好嘢嘅。他说不是就这样看着这件事就当作将它视为有损的，而是什么呢？因基督的缘故，看到吗？第七节 OK、因为呢第八节内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将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 OK， 为要得着基督，为了基督为至宝，所以我就可以将万事当作有损。我知道大家不是太明白我想讲什
不過我講咗呢一個藍圖先，然後我先慢慢解俾你聽。即係反正有兩樣嘢，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如果唔係，我哋根本唔可能將萬事視作有選噶。我講過啦，邊兩樣嘢？第一，佢唔係視為有選，係當作有選。呢、這個當作嘅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是、為咗要得到耶穌基督。聽到啦嚇，呢段聖經就係個意思啦。我哋深入研究呢兩個重點，呢兩樣嘢加埋點解咁重要？我度咧就列咗咧下邊有三種嘅情況出嚟。第一個情況咧就係普通嘅人，普通嘅人咧就係、是、即係萬事唔係有選嘅，錢咁啊係嘛？錢多梗係好啦，係嘛？你冇咁清楚，錢多唔好嘅，你以為你不如俾我啊？係咪？一百蚊同一百萬係唔同噶，係咪先？一百蚊同一百萬唔同噶，你一百蚊跌咗咁啊，哎呀，即係肉赤啊咁啊！你跌咗一百萬咧，你想死噶啦，你明啊嘛 ？OK， 所以一般人嚟講咧，一百蚊同一百萬係唔同嘅，亦都唔可能係冇嘢，唔係廢物嚟噶嘛。而家保羅話將佢看作廢物啊嘛，邊係廢物啊？梗係唔係廢物啦 ？OK。咁呢個世界上面咧有兩種嘅宗教咧，有辦法將佢看作廢物嘅，一個係基督教，仲有一個係佛教。我哋而家比較下兩種唔同嘅做法。嗱，佛學咧就有佢嘅做法。佛學其實係一個好深刻，並且好有智慧嘅一個思想嚟㗎。大家知道嚇，人生觀嚟㗎。啊，釋迦牟尼當日佢諗咗咁耐喺菩提樹下啊嚟到諗通咗嘅時候咧，佢點樣係話？呢啲花花碌碌嘅世界，点样可以将佢视为系一个即系冇空嘅有选嘅呢？因为喺佛学嗰个理解里面咧，每样嘢都系好嘅，只表咁好，点解你话佢唔好啊？但系话如果佛学嘅意思就话，点样先可以唔执着呢只表呢？因为咧，佢话人嘅苦系因为佢执着，执着点解执着？因为爱一样嘢。爱一样嘢咧，你就唔拥有佢，想攞住佢，啊，唔想失去佢。但系咧呢样嘢咧，始终会失去嘅。失去嘅时候就苦，大家知道啦。个十二因缘里面所讲嘅，系嘛？咁你若爱啦，你咪要取咯，你取你咪得咯，得咧咪会失咯，失咪苦咯，你明意思啊？所以你倒翻转头就话，咁你点样先可以唔苦啊？就唔会失就唔会苦咯，唔会失点解唔点样可以唔失啊？你唔拥有佢咯，啊！但你实际要生活格，你心里边唔好拥有佢咯。让嗰样嘢唔好留住喺你心里面，所以你睇《六祖坛经》里面所讲嘅吓，无住无相吓，即系话咧个心唔好留住喺嗰样嘢上面嘅时候，嗰样嘢嚟，你唔会觉得一种莫名其妙嘅兴奋吓啊啊，失去亦都唔会觉得好痛苦。咁呢个咧，点人点先可以做到咁高嘅境界呢？咁你就要睇透呢个世界所有嘅嘢咧，系毕竟所谓毕竟空嘅，大家逼毕竟，大家知咩叫毕竟系嘛吓？啊！畢竟呢個人咧都係咁壞，咁呢個畢竟即係話，而 ultimately 要 eventually 嚇，即係卒之都係咁樣。咁佛學講呢個畢竟空或者係真如實相，佢真如實相就係你好似換一隻眼鏡咁樣啊，換一隻咧就智慧眼鏡睇到呢個花花碌碌嘅世界，終極背後咧原來係空嘅，嗰啲係會流轉嘅，會失去嘅。咁嘅時候咧，你以為好好嘅，咁於是咧，但係咧你睇透咗佢原來係空嘅。咁大家好熟呢個心經啦，係嘛？大家知道咩心经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系嘛？咁好多人都曾经背过，或者系咁你唔背，你阿爸阿妈都背啊，阿妈都背嘅多数系嘛？系嘛？即系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系嘛？系嘛？色受想行识，冚唪都系空。跟住嗰两句就系实识噶啦，系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好高嘅境界嚟嘅，色咧就唔系色情嘅色，色也者即系嗰啲。即係顏色，即係話咧，你個經驗得到你睇到嘅、摸到嘅嘢，嗰啲嘢其實係空嘅，嗰啲嘢點會空嘅啫？因為你睇透咗佢，佢最終極都係空嘅，佢會失去嘅。咁你知道佢會失去嘅時候，你就唔想會擁有佢，於是你唔會愛上佢，於是你就唔會失去嘅時候會痛苦，係啊？你聽得明？好似唔係好明啊嘛？明啊？啊好啊。嗱，佛經裏邊有一個幾好嘅，即係。唔知係事實咧，遇到故事咧，大家都可能唔知聽過未？聽過呢個摩登女嗰個事咩啊？阿難同埋摩登女嗱喺呢個《楞嚴經》裏邊咧啊有記載，
呢一件嘅事情。阿难，大家唔知听过未啊？阿难系佛祖释迦牟尼嘅大弟子吓，佢好叻嘅吓，讲说法啊，即系所谓讲道啦吓，我哋叫做吓啊，咁啊好叻嘅，同埋好高大，好靓仔吓。咁啊，嗰度咧就记载咧，就阿难咧就有时代佢师父出去讲道啊。咁佢话咧，开始咧佢讲道嘅时候咧，好多人听啦。佢慢慢发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就是、每次讲道嘅时候咧，下边咧都一对水汪汪嘅眼睛望住佢。咁初初冇留意，但系讲下讲得去到边度讲咧，都有一对咁嘅眼睛望住佢。于是后来留意下一个，原来一个好漂亮嘅女仔，长发嘅女仔。啊，佢去到边度讲道都跟到佢边度。咁啊，阿难即系出家人，梗系不动心系嘛吓。咁于是就冇理。有一晚咧，当阿难自己喺度食嘢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即系老女人就拖住呢个漂亮嘅女仔嚟揾佢。佢话呢个系我个女，就叫摩登女喎，知唔知啊？吓，好得意嘅吓啊，中文译做摩登女吓。原来嗰个佢阿妈嚟嘅，嗰个妈咧系婆罗门教嘅，即系其中一个嘅即系祭司，就系地位好高。但系呢个婆罗门教咧就系、是。即係當時係反呢個佛教啦，係嘛嚇？佢真係新興嘅宗教。咁佢話呢個係我個女，我個女咧就迷上咗你。你去到邊度説法咧，佢都要跟住去。同埋咧，佢仲要咧係要嫁俾你。阿難話唔得，我出家人唔會有呢啲咁嘅動心嘅嘢。咁樣媽唔得噶啦，而家因為我女咧要生要死啊，佢嫁唔到俾你，佢要自殺。所以咧，而家嚟咧，我想同你咧，即系傾掂佢啊！你一系娶咗我个女啊，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发动我嗰个婆罗门教里边，你知我嘅地位几高，就会咧令到你咧，即系冇办法喺度立足，亦都冇办法说法俾你赶走，甚至咧你生命有危险。咁阿难就好即系，哎呀，好作难啦吓，咁唔知点算，咁啊翻翻去住个地方，咁啊师傅见到佢。师傅问：点解你咁噶？好似咁多忧虑咁嘅，咁佢就将呢件事讲咗俾佢听。我释迦牟尼话：咁啊，不如听日叫埋佢哋一家人嚟啊，我同佢哋倾下啦。哎，好嘢啦，师傅出马系嘛，出马好。咁于是咧就好啦。啊，呢根据《楞严经》讲噶吓啊，我系啊。咁佢路咧，于是咧就嚟啦。阿媽同埋個漂亮女仔嘅嚟啦，咁今次梗係有機會啦，同佢想嚇講下數，啊見到個師傅出馬啊，咁於是就再講翻同樣嘅要求，咁於是咧釋迦牟尼就話：咁啊，都好嘅，哇！嗱話唔係啊嘛，師傅，咁我咁搞法，哇！好開心啦，個媽又開心，個女又更加開心，哎呀，人師傅話得啦，係嘛啊？咁啊好啦，啊擲個日子結婚咯咁。阿难话唔系啊，唔得唔得，都未讲完，师傅话唔好嘈吓，得啦啊，就咁决定啦咁啊，咁哇，要好高兴就翻屋企啦。不过师傅即系啊，释迦牟尼话不如咁，但系你走之前咧，你听我讲多几句说话，咁你就翻去就预备婚礼。佢话咧，究竟啊，佢问呢个女仔，你中意阿难啲乜嘢？哇，女仔话哎呀。太容易答你啲问题，我中意阿难嘅眼，我中意阿难嘅鼻，我中意阿难嘅口，我好中意阿难成个身体，好热情啊，系嘛？今日释迦牟尼就话好，啊，好清楚啦，嗯。不过你要记住，你翻去谂一谂，然后我哋就举行婚礼啦。眼咧会有眼泪。鼻咧系会有鼻涕，嗱呢系根据佛经讲啊，口咧就会口臭，身体咧系会有屎有尿，你翻去谂一谂，谂明白咗咯，咁我哋咪你同阿难结婚啦咁，咁个女仔诶谂咩啊，使乜谂啊，真系吓啊，诶好高兴啊，翻到去系嘛，个妈又高兴啊，搞掂啦呢件事啊，你又唔使自杀啦个女，咁个女咧就好开心啊，预备自己嗰个婚礼啊吓。啊，覺得自己啊，照住個鏡嚇都幾靚啦嚇啊！因為做婚禮嘅時候著件咩衫好咧嚇，梳個咩頭好咧，梳啪斷咗條頭髮。
掉下一跌跌跌落去，哎呀，頭髮跌到咁結婚咁好時候就就整斷咗你個頭髮，唔知點解女仔咁中咁緊張啊嚇，點知咧，哎呀，覺得好唔開心啊，咁啊喊起上嚟，嗰時候突然間諗起即刻茂尼嘅説話，啊，頭髮係會斷嘅嘛，有眼又有眼淚，索下，有鼻咧有鼻涕。想下口就会口臭，有身体的时候就会有屎尿。想下阿兰的眼有眼泪有鼻涕有口臭有屎尿，越想越不对路。跟住呢阿兰呢过了两日之后呢他讲说法的时候呢就不见了水汪汪的眼睛。嗱呢个呢是佛学的理解。他可以将嘢能够解脱，是因为他能够睇透咗嗰种嘅空，向毕竟终极嘅空。所以喺呢度咧，如果我哋话咧，佛学咧，佢睇到好似有嘅世界，但系佢系零嘅，所以咧，佢就可以咧唔需执着佢啦，啊，等于零。OK， 普通人做唔到，所以唔等于零。基督教咧，嗱，基督教咧冇将呢个世界睇成空，呢个世界系好嘅。神所创造的世界是好的，钱好不好？好，那就不好啊。啊，职业的成就好不好？好。你的样子漂亮好不好？好，为什么不好啊？你做事好有把握好不好？好。你好有能力行不行？好。这些都是好的，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基督教没有将它看成空的。你留意这件事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世界，肯定你自己没问题的。那怎样呢？我就作了一个字眼出来。就唔係真如實相嘅不境空，佢係一個咩呢？對比情空。對比情空嘅意思呢係點樣睇法呢？就係話基督教話呢啲嘢係有嘅，係好嘅。100蚊係唔等於100萬嘅。不過如果用一個數學嘅符號嘅表達呢就比較容易啲。当佢对比起上帝，对比起耶稣基督为至宝嘅时候咧，100 over 无限系等于咩咧？100万 over 无限，你读过呢少少数学系咪？即系等于咩啊？即系等于零。你话喺呢度玩咩文字游戏？唔系，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表达啫。个意思即系话，我哋可以肯定呢个世界。不过每次当我同呢一位无限嘅主做一个比较嘅时候，你喺呢个比较底下，你自己呢啲嘢就算不得什么。嗱呢样嘢其实真系唔容易，但系咧系可能嘅。有一段时间咧，初出嚟讲道嘅时候咧，啊有一段时间咧，我都好烦恼噶。有啲弟兄姊妹话：，哎呀，你讲道真系好听啊，好中意听你讲道。佢咁话唔系，唔系有咩唔好啊，唔好嘅啊。但是转头谂啊，头先都讲得几好啊，好虚伪啫，仲衰，系咪啊？我又唔能够话俾人听，我系讲得几好啊，咁就更加唔好啦，系咪啊？所以你发觉好烦恼，点先算呢？后来咧，我发觉咧，睇咗一个好好嘅神学家啊，20世纪一个好出名嘅神学家叫做巴特啊 ，Karl Barth 啊，巴特写咗好大部头嘅十几本嘅巨著啊。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呢，啲人为他做了庆祝会。咁嘅时候呢就陈列晒嗰啲巨著出嚟，嗰啲未写完嘅仲有好多。咁然后呢就大家呢就话你系可以话系当代甚至可能系基督教嘅历史里面呢最伟大的神学家，大家呢系为他嚟庆祝。巴特听完呢啲嘅赞美嘅说话之后呢，佢笑眯眯。佢拿住呢一啲嘅书。佢话呢啲书算得啲咩呢？唔通我死嘅时候揽住我呢个 church dogmatic， 即係佢嗰呢一套书啊，我个教会教义学上去见耶稣基督啊，淨喺门口嗰啲天使都笑死佢哋啊。我觉得呢个幽默背后真係好有意思。即係话喺人嚟睇，可能我觉得你觉得我好有学问。不过嗰啲学问嘅来源嗰啲真理喺边度？喺耶稣基督嗰嚟嘅。唔通我攞嚟宣扬俾佢听啊？冇意思，对比喺佢嗰种无限嘅智慧里面，我写咗呢啲算咗咩？突然间嗰种咁嘅锐气，嗰啲咁样嘅牙刷嘢，冇晒啦。
哎呀，而家我開始明白，我自己都係上司係咁樣啊。好多時候有啲時咧，弟兄姊妹話：，哎呀，我好中意聽你講道。我通常我回答就話：唔係嘅，我自己都睇住聖經講啫嘛。聖經咁講，我咪咁講咯。我自己都聽埋一份，呢個係真係事實嚟嘅。我唔係話而家嗱，我講篇道俾你聽，唔係喎。我而家嘅聖經係咁講，講俾我聽，然後我就同你分享啫嘛，唔算得乜嘢。我發覺咁樣咧，一睇見原來我所有嘅真理，我啲所謂講到啲咩嘢精彩嘢啫，唔係喺聖經嗰度嚟啫嘛，喺神嘅話語嚟嘅啫嘛。對比神嘅話語嗰種無窮嘅豐富，我喺度講篇道，哎呀，算得乜嘢？仲喺度捱咩擦啫？好醜啫，係咪？哎呀，咁諗嘅時候，對比情空，真係嘅啊！有頂姐妹，有啲姐妹，哎呀，人哋話你真係靚啦，唔靚靚咩啫？你靚就靚啦，使乜唔認啫？係咪？你唔靚行過街邊咁多人睇你啊？唔緊要噶，你話我唔靚，你其實知道自己靚嘅，係咪？仲衰啦，仲虛偽啦，係咪？你靚，不過請你喺呢個時間，你心裏邊諗一諗，我哋嘅神佢自己嗰種嘅完美。嗰種嘅榮華，嗰種嘅榮耀嘅時候，你咁嘅靚算得啲乜嘢？喺呢一剎那，你突然間你覺得你唔需要自夸啦。保羅就係咁樣，喺基督耶穌為至寶嘅呢一個嘅咁樣嘅對比底下，呢啲算得乜嘢？就可以放下啦，明唔明啊？所以你唔好淨係話佛教先講放下，基督教都講放下嘅，不過唔同嘅放下。佛教就要睇到冇咗，說服到自己話冇啦。咁你就可以放下。其實呢個功夫唔容易啊，呢個智慧唔容易。但基督徒咧唔需要去睇透咗呢個啊。有時因為先排有個片集叫做咩啊？師傅，我明白了啊！我睇極都睇唔明白，可能我啲根氣麻麻地嚇。但係我知道，我留意嗰套片集裏面成日都講放下係嘛啊？放下一個好重要嘅功夫嚟嘅喎。首先我哋切斷，我唔以嗰啲向人自夸，放下更难，因为嗰啲我攞嚟，有时我唔向人夸啫，我自己心里面夸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冇话俾人听几叻，但系转头话我自己几叻啊！所以耶稣好有意思啊，你冇留意啊？登山宝训嗰度话，你施舍嘅时候咧，唔使打太锣咁叫人知道啊，系嘛？咁仲有乜嘢啊？你唔好让你嘅左手知道你右手，哇，好精彩啊！呢句嘢，点解左手点会唔知道右手做嘢啫？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生理學嘅問題啊，唔係心理學嘅問題，係一個心態嘅問題。即係話你施捨咗，唔單止唔俾人知，你連自己都唔需要欣賞你呢、這個，你明唔明先啊？即係話我施捨咗之後，我轉身話啦，睇下我幾好，幾有善心。耶穌話你左手都冇知道右手做嘅嘢，即係話你自己都唔覺得，你唔需要覺得自己係值得你自己欣賞嘅。咁嘅時候，天父喺暗中察看，佢就報答，大家明啦嘛？这个功夫仲难啊！有时我哋可以隐藏咗喺人哋面前，我唔晒我啲威水嘢，但系你自己心里边系暗暗话我系几好嘢噶，我唔错噶，啊，起码我热心过嗰个人啦，系嘛？嗰人年先嚟两次，复活节一次，圣诞节一次，我热心佢好多，个个礼拜都嚟，系嘛？咁啊算得乜嘢啫？佢话诶，个个礼拜你冇乜奉献，我奉献好多钱，你永远都得比较嘅顶姊妹，我哋喺度一比较嘅时候，我哋觉得自己叻过人，飘飘然啊！你梗揾到人差过你比较噶嘛？是吗？咁所以我哋会骄傲㗎喇。保罗喺度嗰个秘诀就係我搵上帝搵耶稣基督做比较。就喺呢个比较嘅里面嘅时候，喺人睇嚟好叻嘅嘢算得啲乜嘢呢？我相信呢个呢係保罗所做嘅嗰个放下嗰个嘅功夫。所以呢你留意啦，跟住我就同大家即係做多啲參考啊！如果你睇哥林多後書就會明白啦。啊，哥林多後書嗰度有兩次好有意思噶，好有趣噶。啊，三章十節嗰度講榮光，即係人值得嘅驕傲嘅嘢。榮光嗰度講緊係摩西啊嘛，係嘛？如果你記得喺嗰度第三章嗰度講摩西嗰個入去嗰個嘅會幕裏邊同主面對面啊嘛。咁出嚟嘅時候有榮光殘眼到咧，以色列人都睇唔敢睇，於是有個拍子遮住。摩西嘅榮光可以代表人最高嘅一個嘅榮譽，但係咧嗰節聖經點講啊？那從前有榮光的，現在因那超越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個三個字都係榮光，咩意思呢？就係、是、
对比起神自己的荣耀，对比起耶稣基督那个的荣耀，从前摩西那个荣光对比起耶稣基督神自己的荣耀的时候，这个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你明白意思了吗？同样的倒返转头，患难，保罗有没有患难？当然有啦，你看看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保罗做了多少患难，又被鞭打，又沉船，又被蛇咬，好多好多的患难。但是保罗在这个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说，因为我们这个自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患难可以不成为患难，因为为什么？如果这个患难对照起将来可以得到的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的话，患难就变得什么呢？很大的患难，保罗都变得是短暂轻微。但这个是将生命那个转化。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看着那样东西是不得的，100元就100元，100万就100万。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自己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开始慢慢慢慢发觉，那些我们认为不放得手的东西，就竟然可以觉得不算什么东西，不足惜，算不得什么。不过大家当然要记住，那个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如果不是你就连这样东西都骗自己了。即如果能够真的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的话，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种无限性，然后你就可以转化。那你怎样才可以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弟兄姊妹，这个 exercise 交给你自己做。你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经历到、体会到耶稣基督那种宝贵？保罗做到，因为保罗他在回顾自己过人生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前半生那种努力是要逼迫基督教的，一直是很后悔自己这样。是耶稣基督是真的主动找他，保罗都没有想过见耶稣的时候，复活主主动来找他，扭转他整个生命。他开始发觉原来他走以前所成条路是错的，然后回转头的时候，他经历到耶稣基督那种的亲密，那种亲切，那种真实。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至宝，他讲得出来是真的做得到。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成为我们一个标准。你几时将耶稣基督真的看为至宝？你在你自己生命里面，到有一天你说主啊，即是流着眼泪在诗歌的时候，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祈祷的时候，主啊，为什么你要这么爱我？本来不值得你爱。你从心里面真的讲出这样东西的时候，主再没有任何世间上面的东西可以跟耶稣基督的爱和相比的时候，我告诉你，由那刹那你发觉世间那些本来很宝贵的东西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呢，就辞去了，是吗？当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在世上面的东西就慢慢消散。这个不是消极，记住基督教不是消极，没有消极的，这些全部都是好东西来的。刚才我说厉害好不好？好，不过厉害不会成为自夸，也都在耶稣基督的对比底下，这些可以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不会再缠绕着你，你不会再为了这些的荣光去拉住你，不可以继续走下去，不可以继续走下去。这个呢就转到呢是第三步的了。待会我们呢是休息之后呢就跟大家继续讲原来还会拉住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怎样可以能够继续可以轻松的可以向前直奔呢？咁不如咧，我相信，不如先交翻俾黎弟兄先吓，唔该黎弟兄。咁我哋大家一阵间休息之后咧，可以再翻嚟吓。咁可能大家唔系好习惯写问题啦吓。不过你唔使担心啊，我唔会，即系我唔会觉得好难过啊，因为好冇面啊。咁唔好夹硬即系写几个，等啊安慰下我咁唔好啊吓。冇噶，冇问题噶，大家可以有机会。咁就听多啲咯吓，咁如果你真係諗到啲嘅问题嘅话，听日你可以一开始嘅时候交嚟咯吓，如果我讲得比较短嘅话，就可以即係有机会可以有分享吓。可能教惯书嘅人鍾意咁样嘅，即係有啲有啲互动先好啲㗎嘛。头先我哋讲到呢基督徒嘅放下吓，能够放下，因为佢有耶稣基督为至宝吓。我休息之前讲话咧，这个先好重要。如果唔系咧，连呢样嘢都交埋自己，你真系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成为我哋一生嘅追寻啦。当然系，咁当然呢个亦都唔系我今日嘅课题，即系可以讲得晒，系咪？我哋点样可以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点样可以透过可以去不断去亲近佢，去经历佢喺我哋
生命当中的真实。我就而家啱过去呢几个月就喺加拿大继续写我第三本嘅作品啦。咁我自己即系神俾我嘅感动同埋呼召咧，就系喺嚟紧呢几年咧，我每年都写一本啊。咁我觉得过去呢12年咧，我喺中国主要系我嘅即系侍奉嘅目标啊。咁喺知识分子当中，所以我过咗12年咧，我差唔多大部分时间写嘅文章都系论文啊。入到去中國嘅大學裏面同佢哋討論基督教嘅即係研究啊嗰方面，咁所以咧你會留意我啲作品都唔喺香港買嘅嚇嚇，咁冚唪唥簡體字喺裏面啲唔同嘅學即係嗰啲嘅學刊裏面出啦。咁就但係到我60歲嘅時候咧，我自己一路喺神面前等候，神俾我感動，我覺得係始終我係喺即係海外嘅華人教會裏面長大，蒙受神好多嘅恩典嚇，喺學生團契一路喺教會裏面成長。我覺得我應該能夠用我有生之年啦，唔知仲有幾多年我都唔知係嘛嚇。咁但係希望可以回饋翻，即係俾華人嘅教會。咁所以我就決定嚟緊呢段日子咧，就會係寫翻多啲咧，係俾呢個係都是海外的華人教會，即是香港啊、台灣啊、北美啊咁樣。咁同埋咧，我覺得神都俾我有呢方面嘅恩賜啦。我係好直嘅喎，即係你講，你唔好覺得我咁牙刷啊咁啊。總之咧，即係我即係都能夠，我覺得神都俾我一個咁嘅，即係比較好嘅能力，可以將啲好似好深嘅嘢咧，可以將到比較講得簡單，同埋比較容易溝通。我覺得我攞嚟講道都係神好好嘅一個機會咧，俾我。咁但係呢，我覺得點解我唔將佢寫出嚟呢？於是我就寫呢啲深入淺出啊，即係簡單但唔係簡化啦。我成日都話係即係淺易，但係呢就唔係膚淺嘅呢啲信仰上面嘅作品。咁第一本就係是否真係神的存在啦。咁今年即係幾個月前就出咗一本，就係上帝與人間的苦難啦。咁而家寫緊第三本呢，就係為什麼要我信耶穌啊。咁呢本係直接係全福音嘅，信咗主嘅人都應該可以睇得到嘅書啦。咁就係真係面對一啲好好深刻嘅問題，就係關於主耶穌基督嘅啊，耶穌嘅真實性啊嚇。咁我覺得好蒙福啊，好蒙福啊，因為過去呢大半年咧，我就係因為寫呢本書咧，從頭將耶穌基督嘅生平睇完又再睇，睇完又再睇咧，就發覺好多好精彩嘅，因為睇埋好多專家研究啊，當然有啲好厲害嘅挑戰係嘛啊，咁但係都要回應㗎係嘛，咁耶穌佢可能冇復活嘅，有人話係嘛啊。只不过是即按照当时的即罗马的即是囚犯的处理方式，即抌咗落去乱葬岗嗰度俾狗食咗咁啊。咁你都要回应噶呢啲吓，咁面对翻呢啲好复杂的问题，但亦都从头再睇耶稣，即究竟佢有冇话自己系神咧？佢有冇行过神迹咧？啊，佢讲啲说话有咩意思咧？啊，咁啊，原来发觉咧，好多研究好有趣嘅吓。耶稣一生嘅里边咧，就系有人問佢聖經裏記載到，問佢190多個問題，總共有180多個耶穌冇答㗎，有冇留意啊？問翻佢嘅，啊我話係，讀咗咁耐聖經，我冇留意呢樣嘢，點解耶穌會咁嘅咧？咁一路睇落越嚟越好精彩。我覺得我好蒙福就係點解咧？因為我睇完越睇嘅時候，我發覺真係愛上耶穌喎，即係哇精彩到直情有時寫寫下成坐到。服晒啊！真系，哇！主耶稣真系精彩啊！真系，哇！咁样都得嘅，咁样谂嘢，咁样讲嘢，嗰啲以前以为自己明嘅经文，再睇落去嘅时候，又仲有好多层嘅意思喺度。再睇埋当时嘅犹太嘅背景，即系入翻去嗰个世界嘅时候咧，原来好丰富嘅。耶稣咁讲，好有意思嘅啊！佢特别揾啲麻风病人，都好有意思嘅。佢走埋去摸个麻风病人，系一个极大嘅突破嚟嘅，真系，系真系。嚇死當時嗰啲猶太教嘅領袖啊！咁耶穌係特登咁做啊！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愛上耶穌係落功夫咯，好唔好啊？留心你嘅生命當中，其實神一路喺你嘅生命嘅裏邊啊，唔係淨喺個頭腦裏邊啊！你起居飲食啊，你工作碰見嘅大事小事啊，可能對於你嚟講好似一個好不幸嘅事，但係背後。你睇见神嘅手一路喺度，当你发现神嘅手无处不在喺你嘅生命当中嘅时候，我相信你会直情从心底里边，唔系理论上边吓，心底里边话你真系伟大，
你睇到神嘅伟大，睇到神嘅荣耀同埋个奇妙美丽嘅心里边俾佢充满嘅时候咧，咁你发觉世间上嗰啲嘢咧，真可以放得低嘅，系真可以放得低嘅，亦都唔需要发认为唔好，好好嘅嘢，但系又可以好享受佢，又可以放得低，系咪啊？食一餐好开心，但系又可以放得低。嗱、啊，这个我相信唔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嘅即系唱高调咁样吓，系、可以嘅。保罗就系咁样、不过肯定系咪真系你嘅至宝？如果耶稣基督唔系你嘅至宝，又要放埋低，咁你真系好惨啊！呢个双重痛苦系咪？有啲人做基督徒真系咧，真系我自己佢唔好做啦，系咪啊？即系嗰啲最终之乐佢又冇埋，系咪打麻将又唔得，星期日去旅行又唔得，系咪啊？咁喺耶稣基督里边攞唔到快乐，系咪啊？即系就做吓，唔好滞啊吓啊！一系就唔做基督徒，做就做到好为止，让耶稣基督、让神自己嗰个恩典同埋嗰个奇妙嘅经历咧，充满你嘅时候咧，能够可以放低嗰啲嘢。放低嗰啲嘢一啲不足惜、又可以攞翻起嘅时候，亦都唔会缠绕你嘅生命、我希望呢个成为你同我好似保罗呢个嘅目标，好唔好啊？好，第三步咧就我想再提一个第三步咧，因为保罗喺第八节至到第十一节嗰度咧继续讲啦，喺嗰度咧佢将佢咧提到话佢为要得着耶稣基督，然后并且咧。是不是因为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基督而来的义，这个对比。保罗说我现在不追求律法而得的义，而是要追求要得到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得的义。Okay? 这个是基于信心是神而来的义。个目标第十节使我呢两样东西，认识基督，第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嗱、这个、呢個我想提到咧，就係、叫第三步。第三步係乜嘢呢？原來，但我哋第一步咧係切斷，第二步放下。OK， 但係呢個並唔係目標嚟嘅。基督徒唔係以放下作為目標。喺呢點上邊咧，佛教係嘅。嗱，我夠膽講下，佛學係嘅放下，所以成日都話解脱放下目標嚟㗎啦。做到呢樣嘢就係一個終極㗎啦。你能夠放下嘅時候，你生命就即係解脱啦，係咪啊？所以就观自在菩萨啦，系嘛？即系自在啊嘛，即系话咧，唔再缠绕啦，啊，冇嘢再缠住你嘅心境嘅时候咧，你就得到最高嗰个境界。但系我话俾你听，基督教咧系一个过程嚟嘅啫。基督教要唔要放下？要。头先讲，如果咪保罗使乜讲咁多嘢？基督教要唔要切断？要。基督教要唔要解脱？要。但系解脱放下系基督教嘅一个过程，并唔系目的，唔系要目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因为你不放得低呢，你的生命就不能够自由。自由之后呢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以能够认识基督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经历他复活大能作为最终的目的。即是说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放下呢只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功夫，跟住呢放下了之后将生命呢奉献给神。这个呢可以说是另外第二理路。所以你话基督教赞唔赞成佛教呢？基督教唔系反对晒佛教，就算修为嚟讲，佛教都好精彩嘅嘢噶。坦白讲，嗱，我亦都唔怕话俾你听，即系佛教啲嘢咧喺个修为个体验里边咧，有时深刻过基督教噶，你唔好惊喎吓。咁系咯，有啲嘢你即系呢个世界唔系基督教叻晒噶，系咪啊？唔系基督教叻晒噶。譬如话放下，有时嗰个嘅智慧，你睇嗰啲禅宗嘅公案。系嘛？突即系破自我嗰个执着咧，系多角度吓，喺好深刻嘅，你自己都呃埋自己嘅时候，都俾你有一个新嘅突破。呢啲嘅能力啊，系相当精彩嘅。呢啲咁样嘅智慧系相当好嘢嘅。啊，喺呢啲上边咧，我哋基督徒咧系可以去学噶。啊，我唔系叫你睇佛经咯，如果你唔识嘅时候，你唔好睇啦吓。啊，有时仲难吓。咁、我睇唔睇？我睇噶。純粹一個生活裏面，譬如六祖壇經，我經常都研究，因為佢即係幫到我去點樣去放下嗰個自我。不過我頭先講話呢度發覺呢個動作底，如果係佛學咧，就講到第二步就完噶啦，明唔明啊？放下啦，咁咪完咯。基督教未完噶，基督教仲有第三步嘅，放下咗之後嗰、那個目的係重新對耶穌基督有新嘅經歷，
对佢有新嘅认识，以认识耶稣基督第十节嗰度啊，同埋经历佢复活嘅大能作为目的。点解？因为我觉得上面第九节好精彩嘅，佢话我唔系以自己律法而得嘅义，而系信耶稣基督而得嘅义。那个分别喺边度？律法嘅义咧，就系嗰个行为嗰个修为嚟嘅，即系话基督教嗰个信仰嗰个最终极嗰个属灵上边嗰个追求啊。那個追求啊，不是專注在那個的修為那裡。所以基督徒，所以基督教的聖經和佛經，你看佛經就知道，你看佛經也好，你看道藏的道教的經典也好，很多修為的，就是說我怎樣可以提升打坐的時候一個境界層層上去，是吧？但基督教不是強調這些東西的，那個中心點不是在這裡，即是说那个不是律法而来的义。保罗说我的重点不是要否定律法，修为是需要的，但是修为并不是我那个核心那个专注，我专注是什么？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基督教那个体会里面一个同佛教不同的，他还要再继续行的，去将自己的生命去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咁有咩具體嘅意思呢？佢就話以認識佢同埋經歷佢復活嘅大能，呢、這個就係終點啦。所以放下嗰度寫啦，唔係終點，要得著基督先至係終點。點解要認識耶穌基督？點解要經歷佢復活嘅大能？因為當你放下嘅時候，老實講，頭先我講到好似哇得啊得啊，但其實呢，如果你真的經歷的時候，你發覺你真的步步驚心的，哎呀，現在放不放得低，放不放得低，因為我們的人性是不肯放低的，我們人性是不肯放低的。所以在佛學裡面呢，也是很大的困難的，你要經常提醒自己，我現在這些東西，但這些東西是終極會沒有的，即其實你不斷去游說自己的。當然你即高手呢，就即我不敢說他不得，但即我相信他得啦，他說是不是、即是即是空讲的，你们试下啦，即是空、有一个即不是几愉快的经验，我在这里讲给你听，可能没有提过、很多年前了、那年我在美国，我又不讲哪个州了、跟一些的去开会、开会去、在佛寺里面、跟和尚一起傾啊，大家討論嚇。咁、個佛寺咧就喺美國㗎、中國人嘅佛寺嚟㗎、來自台灣嘅啊，好有錢嘅喎、而家大陸裏邊有好多佛寺都好有錢啦、我哋唔講大陸嗰啲啦，嗰、那個真係好有錢㗎，好得意嘅喎，嗰啲和尚佢戴金鑼嘅喎，揸 Benz 嘅喎，你唔好估邊度啦嚇，我費事講啦嚇，但係事實上係㗎。咁我哋開完會，大家即係其實大家都好 friend 嘅，咁大家傾下偈。咁我就即係有啲真係唔係好明，即係雖然我都理論都知道啊，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私底下又傾下偈，我同一位即係嗰個和尚，我話點解你哋即係會戴金鑼嘅咧？出家人咁啊，又揸 Benz 咁。我最記得佢話，佢話我眼中有車，心中冇車。嗰陣時我心裏面有個衝動的，我有少頑皮的衝動，想我攞銀條鎖匙出嚟喺個 Benz 度，哇劃一下，心中冇車啦。不過後來我唔夠膽啊，咁人哋如果呢個境界唔夠高嘅，如果境界夠高就哦係啊，攞埋去用啦，咁咪好啦。咁但係咧，如果境界唔高嘅時候，刑事案例，我唔敢咁狼。但真係你明白意思，即係話咧，色即是空咧。是真的不容易的，但我不是，你明白我意思，我不是要諷刺人家，即是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所以呢你看这个大波野经里面呢讲那个，你有那个波野知道，即是波野即是智慧啦，是不是波罗即是智慧、你不要读波若、不读若的读波野的、那个波野那个智慧是大波野经里面呢，即是譬如有一个讲到一个叫常悲菩萨的啊！你有冇睇過？成日喊嘅，所以叫常悲菩薩。點解？佢揾智慧揾來揾去揾唔到啊！佢周圍揾，甚至割埋自己啲肉，
去賣攞嚟做旅費，佢都揾唔到智慧。其實佢哋都知道嘅，即係你要睇見色，話俾自己係空嘅，係好難好難，非常之難。我唔敢話唔得，不過個難處非常之強啊！如果你見到空即是色咧，就更難，你明唔明啊？啊！這個我唔講講，我哋都講佛學啦嚇啊！但係呢一個咧，我哋話咧喺基督教裏邊點解有咩唔同咧？因為我唔需要諗透呢樣嘢啊！如果諗透呢樣嘢，你讀冇讀翻咁上下書，你都幾難明得到，係咪先啦？你真係要讀翻咁上下，你嘅智慧有翻咁上下，能夠打通佢呢個智慧。但係咧，菲律點解有啲人即係坐監咁？信耶穌之後，成個人變曬，真係可以識即時空嘅喎佢。我以前神學院有一個，他以前真係打家劫舍，哇一愣愣嘅，有啲有刀痕，有剩下，有紋身，係嘛啊？咁啊信咗主之後出咗監冇，咁佢去神學院嗰度，即係你睇見佢樣你就驚啊！但係個人好似另外一人咁樣嘅，啊喺神學院裏邊做校工，又温柔又有愛心。我最記得嗰次我哋。嗰次咧就落大雨啊，啊，咁咧就神學院就爆嗰啲渠啊，你知唔知啊？啊，好臭嗰啲咧嚇，爆嗰啲渠，咁啊就滲啲水上嚟，咁啊成個波場咧就哇臭氣熏天，我哋成班人咧真係好衰啦，我哋嗰啲嚇啊，但係真係忍唔住啦嘛，咁啊個個走曬樓上嗰度睇，唔知點算，就係嗰個弟兄啊，二話不說，揦起條褲就攞個桶就去鏟喺下邊鏟。我哋慘完之後，我哋好感激，好感動啊！話真係，我哋真係好慚愧啊！我哋啲咩讀書人都冇鬼用，係嘛？啊，淨係睇住喺度慘。佢話唔緊要，你哋讀書啊，你哋侍奉神啊，我又唔識，咁咪做呢啲咯咁。即係你睇下，佢讀過啲咩書？佢冇讀過書，佢又冇咩智慧啊？佢冇乜咩啲咁嘅修為，但係就喺個生命裏邊就改咗啦。嗱，呢個就係基督復活嘅大能。呢個復活嘅大能唔需要你自己。去突破。我呢咁多年咧，呢幾年咧，我喺中國裏邊同一啲嘅中國哲學嘅哲學家，我哋大家互相嚟到對話咧嚇，佛學啊一齊喺度對話嘅時候咧，我提出一個講法咧，佢哋都贊成嘅。我話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學或者佛學咧，佢最長處嘅地方咧，佢就發現自我，即係儒學都係，佛學都係，佢話俾你聽，真正嘅答案喺你裏邊啊，你點樣可以發現自己？啊！儒學就講良知，佛學咧就講呢個佛性，係嘛？啊，放下屠刀，立地就成佛，係嘛？一轉念嚇嚇、啊啊，就即係就成佛啦，係嘛？咁所以咧，你裏邊你發現自我。我話基督教咧，佢最大嘅特色咧係發現他者，發現另外一個更偉大嘅主宰。當佢同佢見到面嘅時候，一做咗對比，頭先講，我哋就放低到自己，然後。这个他者原来我发觉我自己做不到，我想自己放低放不到，我想在对面对罪恶的时候，我有心无力的时候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圣灵来了，第二节第三节，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现在做到了。这个做到是一种很直接很真实的，因为我们经历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能力是不需要想通的，嚓一声，你信咗主之后，你发觉你嘅生命就系咁样改啊！圣灵喺你心里边嗰个动工，当然你要听佢话。嗰啲人即系，所以我哋话嗰啲冇读过书噶呢啲，佛经唔识睇噶，论语识唔识睇，梗系唔识啦。孟子睇唔睇得明，梗系睇唔明啦。但系佢嘅生命里边就做到，竟然做到孟子同埋孔子，甚至你好多人都即系收为咗大半生都收为唔到嗰种嘅境界，就是、放得低。嗰种放低系经历。基督嗰个复活嘅大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个系基督教同埋佛学一个唔同嘅地方，就系基督教认为放低并唔系终极，而系一个过程。真正嘅终极系认识基督，经历佢复活嘅大能。呢个系一个能力嘅问题。呢个能力嘅问题点解啊？因为复活嘅基督，我听晚我哋再讲多少少嘅。但復活，我哋而家因為就係過去呢段日子裏面，我寫書復活耶穌基督復活真係太重要啦！唔怪之我一開始明白保羅唔知點，如果唔係保羅唔會喺呢個哥林多前書度講話，如果耶穌基督冇復活嘅話，我哋所信嘅就係枉然。
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即讲两一两点、啊、最重要的最不同的地方是耶稣跟所有宗教的领袖都从宗教的创始者不同的，因为那些宗教的创始者我们会怀念他，我们会敬佩他，比如孔子去释迦牟尼，甚至是摩诃密德，都是伟人来的，这些甘地这些全部都是伟人来的，我们可以怀念他，同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学到东西。所以释迦牟尼他临死的时候，门徒说那怎么办，他说依法不依人嘛，是吧，以法为师，即是说你不要跟我，我教了你的方法，是吧，方法不是真的法，不是真的方法，是真理的意思。他说我教了你关于那个 修养那个 的功夫，那你就跟着他去，你不要跟我。那他就死了，死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很敬佩他，我们 很珍惜他，我们就学他的东西，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是唯有耶稣基督，他2000年前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到嘛，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他聊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他那个真实的大能。我们经历不到释迦牟尼的大能，我们经历不到孔子的大能，虽然我们很佩服，我们可以怀念他，我们可以继续学他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经历不到现在我们祈祷，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祈祷。这件事我想起另外一个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即是都我和太太都帮一些的家庭，那就那晚我们即是本来想着就来睡的，突然间电话打来是救命，那一对夫妇呢他们都闹了很久了，闹交了、啊、但是都不知道搞到这样，咁於是咧就嗰度咧係佢嗰個嘅工人打俾我哋，佢你快啲過嚟啦嚇，太太要自殺啊！咁我哋就唯有即嗱一聲叫人睇住兩個女，佢瞓咗覺噶啦，其實喺度看住樓下，我哋嗱一聲係揸車過去，過到去嘅時候真係場面真係都好混亂嚇。咁、啊、咧就佢嗰個女嗰個咧就走上樓上話要自殺，男嗰個走出去，走咗去唔知去邊度啦，離家出即係唔喺屋企啦，走咗出去啦啊！咁啊，梗係好多拗叫啦。咁、那個女嘅媽本來喺度住嘅，咁就暈咗激到，咁我就幫佢搽藥油。我太太走上去攬住嗰個鎖子佢，得唔好自殺，你明唔明啊？咁唔掂㗎，咁搞法咁點算咧？即係解鈴還須繫鈴人啦。我同太太話：喂，咁唔得喎，成晚咁樣搞法啊，咁點又結束嘅啫？咁要生又死啊，都唯有。最緊要咧就係個老公翻翻嚟，大家即係傾掂佢啦。咁點揾個老公啫？咁於是啊，唯有話打電話俾佢啦，打個手機俾佢啦，梗係。咁其實我同個丈夫就唔係好熟嘅，但係佢都見過我啊。咁啊太太咧就係即係初初信主嘅啊，咁就比較熟啲。咁於是就硬住頭皮，我又好怕打電話又唔識又唔成啦，冇辦法啦，啲救命攞嚟係嘛。於是就即係攞個手提電話就撥嗰、那個即係老公嗰個手提電話。撥咗，掹咗一輪，咁啊，佢老公接喎，一接我一聽佢把聲就知道佢諗住走啦，梗係啲聲你知道模模糊糊嘅講嘢都已經，我話喂，阿邊個啊？我係咧嗱，我姓温嘅，我啲見過面㗎啦，不過咧就最緊要就係而家我哋喺屋企，咁你太太咧就話要自殺，咁不如翻嚟大家慢慢傾啊，有啲咩可以傾一掂啊咁，啊咁啊講呢度就有咩好傾啊？冇嘢好傾啊，收線。冇办法啦，又拨过啦，系嘛？又拨过啦。哦，熄咗机啦，惨啦！成个多人多咁大，你搵佢，都唔知边度饮酒，系嘛？咁多间酒吧啊，都唔知去边度。唉，啱啊！咁点算咧？咁太太好嘢，话祈祷啦，冇办法噶啦，祈祷啦。咁样啊，真系呢件事到今日，我都想话俾你听，好奇妙。祈完祷之后，唔知有五分钟，又唔需要五分钟，总之一阵嘅啫。祈祷之后过几分钟，屋企电话响，拎起个电话，个老公自己打翻嚟，翻嚟啊！哇，话自己要翻嚟，我真系唔知点解佢会翻嚟，吓咁太太讲咗一句，佢话圣灵走去揾到佢咯，即系成个多伦多点揾啊？圣灵话你喺度就入去，就唔知点样喺个脑里边唔知做咗咩，佢根本饮醉酒噶啦，已经醉到醉，即系都。卒之翻嚟，嗰晚我哋傾通宵，啊，咁啊，收尾咧，即係淨係記得一樣嘢嚇。雖然個婚姻都未解決嚇，不過咧，朝頭早嘅時候我最記得啊，日頭即係開始日頭啦，日出啦，
出去一起出去食早餐啊。咁我哋兩個喺後邊，見到佢兩個喺前邊一起行去食早餐，心裏都覺得好感恩。但呢個奇妙，你知嘛？復活嘅主，佢真係嘅。你當你為佢，當你向佢祈禱嘅時候，即係孔子唔會落到嚟幫你啊！明啊？係啊，呢啲偉大嘅人做得到，但真正嘅基督教嘅獨特嘅地方就係佢有嗰種嘅復活嘅大能啊！佢唔單止今日仍然喺度可以聽到我哋嘅禱告，佢仲有一種嘅大能，嗰種大能係復活嘅能力。復活嘅意思就係死咗都可以翻生，仲有咩唔可以做得到？你明白我講咩嘢？當我揸住呢兩個復活嘅證據所俾到我哋嘅力量嘅時候，我哋就真係可以知道我哋最終極嘅追求嘅唔係淨係要放下，而且你放下你想放下嘅嘢放下唔到嘅，呢係能力嘅問題。坦白講，我研究咗咁耐中國哲學、儒釋道，我研究咗好耐，我都教呢啲科添，講得好精彩嘅。中國嘅人生哲學啊，真係全世界，我如果我算叫佢讀得多嘅話咧，全世界嘅哲學嘅裏邊咧，人生哲學嚟講，中國係最精彩的。修養嗰個功夫係講得係最深刻、最精彩嘅。不過如果你問我，仲要加多一句就係，好多時候我自己一路睇一路睇呢啲唔同嘅方式咁樣修養、咁樣修養嘅時候，我心裏邊嘅疑問就係、是，我係知嘅，點我唔知咩？你唔使同我再講多更多，我做唔到啫嘛。你明白個分別啊？唔係我唔知啊，我知道咁樣修養，我知道你集中精神，跟住就個心神就可以提升啊。我知啊，但我做唔到啊，我冇力量做得到。我知道嗰啲嘢應該唔好掂咯，嗰啲嘢根本唔好去留意啊。個腦啊，應該集中注意力嘅時候，你唔好讓嗰啲嘢纏住你咯。我知道，但我做唔到啊，係能力嘅問題。基督教個最重要嘅分別就喺呢度，佢唔係淨係講俾你聽應該點做 ，how 啊，而係 can。聖靈能夠令到我哋做到。如果你唔記得嘅話，你再翻去再睇羅馬書第八章第二節第三節啊，新譯本亦都好過和合本啊。我唔喺度賣廣告嚇，真係譯都好清楚啦。如果睇新譯本，你明佢講咩？和合本你真係唔明佢講咩嘅，因為佢譯嘅時候比較複雜啊。新譯本就好清楚啦。嗰啲以前我哋做唔到嘅，因為耶穌基督做到啦，就咁簡單啦。这个就是基督教和佛学里面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所以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他者，所以有一个无限的他者对比的时候，我们放低，我不需要看空它，不需要将它 看为空，它是有的，不过对比无限的时候可以成为放得低的空。这个第一个不同。第二，放低都不是基督教最终极的，所以基督教最终极的是经历那个十字架的大能，以致我们不用步步惊心的嘛。现在我放不放得低啊？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识啊？即时空啊？我做不做到识即时空啊？有时做到，有时做不到，因为人性根本是不让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力量能够在我生命里面能够扭转的话，很普通的人啊，一个小人物啊，刚才我讲是吧啊，一个婶，一个的即係買菜嘅嬸，佢嘅生命就可以就係咁樣改變。呢個係基督教同佛學唔同嘅地方。第四步，跟住咧，我哋發覺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嘅時候，佢心就已經唔再停喺自己要收穫啊、放下呢啲咁樣啦，就開始向住耶穌基督，係被耶穌基督所吸引。呢個就係好出名嘅第十二至第十四節啦。佢話：我唔係以為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係竭力追求好使我哋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所得着嘅。啊，弟兄们，我唔系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住标杆竭力追求，为得着上帝喺耶稣基督里面照我去得嘅奖赏。我哋发觉呢度有咩咁特别呢？呢度就有一种好强嘅拉力喺度。原来耶稣基督唔单止喺度俾我力量。啊，保罗话第四咧，耶稣基督佢自己有一种拉力嘅。所以我竭力追求，不是我逼我自己走啊，而是前面那些东西一直吸引着我。原来前面那样东西有拉力的，不是我今天做未必想做的，有时我都会累的。但我看到前面那个耶稣基督给我那个的奖赏和他那个的目标的时候，我就可以放下现在的一切。这是一个盼望那个力量来的。大家知道真係嘅，有盼望，盼望唔係將來嘅嘢嚟嘅。
当我面对前面有个目标是成为我说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本来放不低的东西我可以放得低，是吗？这个是一个力量来的啊，没人喜欢上班的，老实说啊，周末了，是吗？星期一你又上班了，是吗？只要未醒，一醒星期一已经打喊路了，未回就已经，是吗？你想上班吗？没人喜欢上的，你都不想的，那你就回望住月尾出的那张粮单而已，是吗？即是望住张粮单都可以做到不做的事了。你明白意思吗？何况如果是耶稣基督，你听得明白我意思吗？希望如果你不是很明白，你回去慢慢再想，是不是？即当我们，当然我们人有软弱的，我们人性里面有那些惰性啊，明白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啊？为什么可以切断啊？因为我们向前向上嘛，上面有奖赏等着我们，前面有目标在那里。那你说那什么目标呢？好像很抽象，当然不抽象，每个人都有你的目标。如果你不如如果你今天未想过这个是什么属灵上面耶稣基督有什么目标给你的时候，你今天回去动高床板，真是奇雅讨问，主要究竟我有什么目标。保罗就知道了，所以保罗临死的时候很简单了，是吧？或者甚至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即圣灵到处都告诉我有捆锁等着我，是吧？弟兄姐妹去到松船的时候揽着脚都不让他走，哭，是吧？你不要回去，因为为什么？要在全方好好地，已经啱啱教会正式兴旺起上来的时候，你回耶路撒冷，圣灵叫你。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大本营，你是他们的眼中钉，他杀杀你的。保罗都知道的，保罗比任何人都知道回耶路撒冷那种危险。但保罗说，但我怎样？我不以圣灵为念，我要行完我所行的路，完成神所交托给我的职事。这个是他的目标咯，我做到，我现在做就是我将福音传给外邦。如果在这个话，神说够了，停了，回去了，被人杀了，保罗说那我就去咯。你看保罗那个生命，他真的知道自己做些什么。有时候你有时一些是一脚，你说哇，我没有那么宏大的理想，是吧？我不一定使宏大的，即是神等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有人是500两，有人5000两，有人2000两，有人1000两，是不是？大家知道啊，二千佢赚翻二千，二千你唔使叫佢，有啲人俾2000两佢神，咁佢做，你话啊，净系俾我想养大两个仔女，好好地爱主，咁呢个就系你嗰个目标咯，让佢个生命能够喺成为一个名神益人，有啲佢你做唔到嘅喺佢生命里边，佢可以为神而做，呢个就系一样噶，二千两同五千两唔一定叻过二千两，五千两赚翻5000两，一千两个点解俾个主人闹得咁紧要啊？仲要哀哭切齿系嘛？又话又懒又恶啊，系嘛？喂，佢冇挞咗佢，佢唔系挞咗佢1000两翻去食嘢，系咪啊？佢收埋啫，你有冇留意啊？佢冇攞咗佢，佢冇用到啫，即系佢唔紧啊，佢冇理啊，佢冇攞心机落去，好好地嚟到珍惜嗰个主人交托俾佢一样嘢。我不知道今天你和我或者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知不知道神交托什么给你，你的标杆是什么，你的标杆是什么，你自己知道，我不能够代你说你的标杆是什么。有时这个标杆不断的时间里面有改的，是不是？你不需要今天和上一年是一样，但是你今天究竟神想你做什么，然后我就向着你的标杆就要去努力竭力，那个时候就等到上面来的奖赏。所以这个是那个前面那个吸引力拉着你去。原来我们属灵生命由切断到被吸引，这个路是这样，不需要我们猛逼自己啊苦修啊这样。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向着他的时候，就能够被他所吸引。保罗一句说话我都很感动的，他说我什么呢？弟兄们，第13节那里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竭力要得到神给我的奖赏。我只有一件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给他真的很大的感动。保罗，我只有一件事，就要得到耶稣基督给我的奖赏。如果我问你，你心目中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我一件事就是供到那间楼，是吧？我有一件事，我就是点入到那间学校，
几时你嘅一件事去得到耶稣基督从上边呼召你要得到嘅奖赏。我唔需要再继续咁样举例落去，我留俾你自己去谂，留俾你自己去谂。第五，好似去到最高峰啦，跟住咧好似反高潮咁样吓。第十五节同埋十六节嗰度讲话，所以我哋中间凡系成熟嘅人咧，都应该系咁样谂。即使咧你唔系咁样谂咧，神亦都会将呢个事咧系指示你。不过我哋到咗咩程度，就照着什么程度去行。哎，我觉得咧，身边谂下谂下都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嘅。点解好似反高潮咁？哇，上去得到个奖赏，然后咧，即系每日经历神自己嘅耶稣基督奇妙嘅心里边咧，就一路咧就被佢吸引啊上去。调落翻嚟，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反璞归真。就有时候咧，所以保罗话我哋到咗咩程度嘅做咩？系神自己掌管。神指示你去到边度就边度，因为咧仲有一个好微妙嘅陷阱咧，就系属灵嘅追求会再会成为你嘅偶像，属灵追求会成为你嘅危机，属灵追求会成为你睇唔起其他人嘅引诱，明唔明啊？你睇下，我放咗工仲嚟上呢堂读圣经啊！边个纠结佢都唔肯嚟，咁鬼懒系嘛？仲话爱主算咩爱主啊？当你咁样比较嘅时候，我话俾你听，你呢一个努力，呢个本来系好美丽嘅属灵嘅追求，就变成一个陷阱。所以呢、这个超级属灵嘅陷阱睇唔起其他人。我记得我自己信咗主之后，有一年浮浮沉沉，跟住咧入到大学里边嘅团契咧，有一个师兄带住我，好好啊！咁属灵，哇，好火热，原来可以咁样爱主嘅，可以咁样去奉献俾神嘅，啊，咁嗰阵时就狂睇倪柝声啲书，啊，咁啊发觉，哇，属灵嗰个深度好多，啊，咁啊发觉咧自己教会咧即系污水常，啊，咁啊走去同个女传道讲话，点解我哋唔多啲咧系讲多啲属灵嘅嘢，而系成日搞啲咁嘅活动啊，搞啲咁嘅咩游戏周啊呢样咁嘅样，吓，咁嗰女传道话，有时咧就唔可以太属灵嘅，好似食嘢咁样太漏咧，會病噶咁。我唔知佢即係有智慧啊，冇智慧啦。講啲咁嘅嘢，咁我好激氣，係嘛啊？咁於是咧，好唔高興啊。於是咧就睇唔起，即係覺得你教會啲所謂傳道人啊、牧師啊，都係講道又咁樣冇料到嘅。睇魏拓星嘅書得咯，係嘛啊？正常基督徒生活，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幾精彩啊！啊咁套個講道都冇料到。咁啊，到嗰年咧，我做帮手夏令会有一次聚会吓，唔知星期几咯，唔记得星期四晚、星期五晚吓，咁啊，于是咧系我领司吓，咁跟住咧就牧师讲道，主任牧师讲道，咁我上台领司吓，早有准备，我最记得自己啊，领司啫，领司之前咧，弟兄姊妹有想一节经文同大家分享，咁啊写咗个横额大字报嗰阵时吓，即系啊都系文革嘅时间啊，香港啊，不过人哋大陆嘅文革啊嘛，学人哋写条横好大嘅，写住拉开。以西结书，祸灾以色列的牧者自知牧养自己。哇！啲热血青年啊，几串啊！即系啲牧师净系识牧养自己，都唔牧养我哋嘅咁。咁我好记得主任牧师真系到佢出嚟讲道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好有涵养啊，笑眯眯。佢话都系嘅，我哋都系要自己反省一下嘅。有时候做牧者真系。究竟做到几多呢？咁而家我谂翻转头，弟兄姊妹，我话俾你听，系我一生最后悔嘅事，超级熟灵啊，以为自己，同埋我后来冇机会，佢去咗外国，我冇机会见到佢，而家过咗身，牧师系我好遗憾嘅一件事，因为我应该真系走去同佢再一次道歉，所以真系，即系可能我自己年纪开始大，就觉得呢啲机会冇就冇。到今日我真系在一路遗憾，冇同啲牧师道歉，对唔住。嗰日我真系咁样讲嘢，嗰阵时真系唔知点解会咁样令到你。佢又唔闹我，真系难得啊！牧者真系咁样啊，所以真系呢、这个保罗好有意思嘅。我哋以为自己好熟灵咩？但系可以变成超级熟灵啊！可以变成超级熟灵。啲熟灵嘅经历咧，开始成为你嘅偶像。可以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呢，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中间啊，
我们中间咧，凡是成熟的人嗱，对唔住啊，呢一句嘢咧，新译本译咧，我就觉得反而冇和合本译得咁好啊，我又好公允嘅啊啊，因为咧，你知唔知呢一节咧，同埋你睇睇第十二节咧，并且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咧，系同一个字嚟噶，完全了。咁然后咧，跟住话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Tetlion 前面那个 Tetlion 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完全，所以这个字也都成熟呢，就已经解释了。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呢是用讽刺的口吻，前面那个保罗我不觉得已经完全了，我要继续竭力追求，那大家明白啦。跟着这里说有些人以为他自己完全了，你明白吗？即是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来讲，即保罗我都知道自己唔完全，有啲人仲以为自己完全嘅时候呢，就更加要自己反省一下啦。你以为自己完全嘅时候呢，你就睇唔起其他人啦。你嘅经历呢就会成为你自己嘅偶像，以为我几好啊，你我几爱主啊，教会啲人都咁㗎，呢个都咁㗎，点解呢个唔参与嗰样嘢啊，点解呢个呢又会即係个去投入嘅时候佢就去做第一样嘢啊。即我哋当然有啲人唔够你好啊，或者在属灵上面，但是这个不是成为我们的理由，不是成为我们的理由去看不起人家。反而呢，他说最重要是什么？按照神自己的掌管，他带到你去哪里，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就不要浮夸。属灵上面是扎实的，同跟着好像一首古老的诗歌一样，每步跟随着他，下一步你下一步。有时神不一定使你睇到十步，或者你未走的时候你就不要走，一步一步，总之跟住佢带到去哪度你就去哪度。这个就是神自己那个的提醒，随时让神自己去校正你人生的路，好像保罗那样，是吧？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讲，保罗周围传福音当然好啦，还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圣灵阻止他，很奇怪。他见到个异象里面见到马其顿人叫他你过来，保罗说点圣经说他随即就过去，明白吗？这里呢还有未做完的事情，是吧？他说不行，我再来过，等我再搞好他。没的，保罗说既然叫我过去了，你过来帮我就过去，一过去就是腓立比，是吧？就是写腓立比书那里，就是这样，随时被神修改你那个行程，随时被神去让神 去修改你那个本来那个计划，就跟着神行，谦谦卑卑的，一过到去的时候，就是在腓立比的地方，你见他碰见什么人呢？没什么犹太人的根本那里，于是就走去河边那些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哎呦，那些犹太人不肯信主，反而另外一个希腊的女人信了耶稣，叫吕底亚，就教会就是那里起，就是那个建立。跟住嚟一个比巫术嘅，即系附住嘅嗰个婢女，系嘛，猛喺度闹佢，系嘛，其实唔系闹佢，其实系帮佢嘅，佢话呢啲系神嘅仆人，系永生神嘅仆人，系传啲得救嘅道理俾你哋。保罗冇利用呢个女人啦，赶咗佢鬼走，点知佢老细话，哇，冇咗嗰啲巫术，我点搵食啊？于是发动啲人又打嘅，打到最后塞咗佢，绑咗六，即系。锁咗佢嗰啲木狗系嘛，抌咗佢仓嗰度啊，即系咩异象啊？马其顿异象，即系搞成咁啊！你明啊？但系保罗好嘢啊，同西拉点啊？长诗啊，佢冇埋怨。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保罗嗰条路，行到边度就边度。冇话保罗我一定要咁制佢啊，唔系咁唔得啊！你睇下嗰啲人又唔制，嗰啲人唔肯啊！哎呀，我有几惨啊，好似以利亚咁啊，几孤单啊，系嘛啊？剩翻我一个系嘛啊？神话唔系七千零一个啊，三千啊，七千啊，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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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哋即系佢话喺边度就行到边度。我时间咧差唔多啦吓，都俾大家嘅即系。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做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几句总结，好嘛？用俾多我两三分钟做一个总结。喺十二年前咧，我讲
講交培靈大會嘅時候，我係講哥林多後書，咁有啲弟兄姊妹都可能聽過。嗰陣時我講到哥林多後書裏面三重天同埋一根刺，咁啊從嗰陣時開始咧就有人傳話咧，温偉耀悔改啦，因為咧温偉耀係將天主教嘅靈修學咧就引入去華人教會嘅基督教會嗰度啊，始作俑者啊，咁啊卒之咧。到呢一個講究培靈大會嘅時候，佢公開認錯啦，就話咧，即係嗰啲天主教嘅靈修學咧，係即係聖經係冇嘅。保羅最強調嘅唔係三重天啊，最強調嘅係嗰根刺，係嘛啊，整唔甩嗰根刺，嗰、那個先係神自己最奇妙嘅能力嘅表達。咁所以我話咧，即係當時我記得，即係我提過一下，就話嗰啲即係嗰啲歷代嗰啲即係。嘅三個嘅境界係嘛嚇啊 ，purgative 啊 ，purgatio、illuminatio、unio， 即係話咧係即係喺天主教咧，即係一個好清楚嘅方式噶嘛，即係屬靈嘅境界啊，放下咁，然後咧就被基督吸引光照，又最後咧與主聯合，咁呢個模式咧，咁嗰陣時我就話咧，即係聖經裏邊好似亞伯拉罕啊。以利亞、摩西啊，甚至到耶穌啊、保羅都冇嘅呢啲啊，咁啊，即係佢哋追求又唔係話錯，不過咧，聖經最重視嘅咧就係嗰個與主嗰個對話嗰個嘅即係屬靈生命，就係禱告啊嗰種，唔係一種嘅即係層次式嘅境界式嘅咁樣。咁嗰次之後咧，好多人就話：，温偉耀咧就即係嚇翻翻轉頭啦咁樣。咁咧。究竟是不是呢？咁我其實咧嗰陣時冇咁嘅意思，不過我又唔出面又要咩，又要澄清啊，又成嚇。咁不過咧，嗰陣時開始咧，我係真係每次講到咧都係用聖經，我係相信聖經裏面有最好嘅靈修，聖經裏面有最深刻嘅屬靈經歷。OK， 好啦，到到今晚咧，咁啊到咁多年啦嘅研究嘅時候咧，有冇留意今晚咧？其實咧又係講放下，直情放低曬。然後咧，保羅話跟住咧被基督耶穌吸引，所以 Purgatio Illuminatio 喺度嘅喎，原來有嘅喎。咁咧仲有第三樣咧，與主聯合喎。天主教嗰啲講天與主聯合啊，究竟得唔得嘅咧？係咪太神秘咧？咁啊，聽晚我就講呢樣嘢啦。我就用耶穌基督所講嗰、那個，即係我們在基督裏，基督在我們裏面，在基督裏，在靈裏。又睇下嗰個最高嗰個屬靈嘅境界，究竟應該點樣去理解，好嗎？咁啊，聽晚我哋一齊咧喺耶穌基督，好，我哋一齊做個祈禱就結束啦，好嗎？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多謝你，主耶穌，你呼召保羅，實在有你嘅美意。你有一個咁叻嘅人，能夠喺個生命當中咁謙卑，剖白佢點樣去放下呢啲一切，去追求只有一件事，就係竭力嘅要得到你從上邊召佢嚟嘅獎賞。这个属灵的奖赏成为他最大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真的体会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放下，又可以被你吸引。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单止在头脑上面知道这些道理，让我们的生命都印象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给保罗的榜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奔向你为我们所持的标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